中华儿女多旗帜，不爱红装，爱武装，由首都女民兵组成的方队是绣乐方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参加绣乐的女民兵中有国家公务员、企业职工、社会青年和在校大学生。 他们以蓬勃的朝气展示着首都民兵之花的巾帼风采，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。